冇办法啦，搏一搏啦！呢个机会我点都唔可以放过嘅。呢招系倒挂金龙。倒挂金钩居然会真系死缠烂打喎！智慧想用倒挂金钩射球，可惜俾早田截住个波，我快啲射入龙门嗰度啊！哈哈，得咗啊！哈哈哈！智慧啊，你有冇受伤啊？哦，我冇事啊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早田呢个人好犀利啊！我只脚啊！如果南国队呢次打输嘅话咧，主要原因系刺猬受咗伤。东一队系擅长防守嘅球队嚟嘅，喺大阪大赛都未失过分嘅添。对佢哋嚟讲啊，防守系绝对有信心嘅，而且防守坚固嘅东一队而家仲领先咗一分添。咁即系话呢一场比赛咧，对东一系绝对有利嘅。早田最拿手咧就系掹住对方嘅主将嘅，唔理系人抑或波都好啦，佢都会唔留情咁掹到实嘅。我哋嘅中卫亦都受过佢呢一种滋味添，后嚟仲整亲咗个脚。佢仲有一个外号系人所皆知，叫做黑煞星早田。入网啦！冲力射球。早田而家咧死跟住刺猬喎。哨子响，上半场打完啦。南国队喺上半场攞唔到一分，估唔到比初咗场嘅东一队一分领先啦。历届冠军嘅南国队上半场打成咁样，觉得好失望啦。好嘢，东一队打得好啊！早田你点啊？你攰唔攰啊？我觉得唔系好攰啫，总监。如果是攰的就加多一人掹下刺猬啦，咁你就冇咁辛苦啦。请你放心啦，你唔使担心嘅，呢场比赛我哋赢紧嘅。嗯，总监，我知道大刺猬佢只脚受咗伤啊。咩话？吉野啊，本来争啲就得噶啦，唔使担心嘅，我哋下半场加油追翻啦。系啊，冇错啊，争取同分要扭转局势啊，当然系啦。讲得好啱啊，最紧要记住下半场先攞翻一分，仲有啊，千祈唔好心急，一心急就会出错误噶啦。首先咧要追到同分，然后就会获得扭转局势嘅机会，镇定啲打。嗯，系系。照平时咁样打法咧，实会赢嘅。记住啊。系。刺猬，你虽然俾人掹到好实，靠晒你噶啦。点可以就咁输俾佢噶？系咪啊？冇错啦，交俾你啦，刺猬。大家都希望打赢，俾佢哋知道我只脚受咗伤，咁就唔好啦。我知啦，净系叫大头妹嚟就得噶啦。嗯，好啦，精仔啊，嗯，唔好俾第二个人知道啊。你放心啦。正仔做乜嘢啊？你自闭家伙啦，大头妹，刺猬整亲只脚啊！你快啲跟我去见下佢啦。我先辈。哦？吓？你正话刺猬有咩事话？吓？诶，刺猬啊，冇乜嘢啊。啊，系啦，刺猬话好口渴到咩咁，所以去咗嗰边饮水咁啫嘛，冇乜嘢啊。刺猬前辈去咗嗰边饮水啊？
我特登买咗果汁俾佢饮噶。啊，系啊，咁样不如等我帮你拎俾佢啊。唔使麻烦你啦，等我自己拎去就得噶啦。你讲大话呃佢咁样系唔啱噶。哈哈，我就认为咁样做系好啱啊。快啲啊！大头妹，你受咗伤啊？嗯，以前整伤过噶啦，今次又系嗰度啊。我睇就冇咩大碍嘅，为咗避免比赛嗰阵令到伤势加重，请你帮我扎好佢啊！唔该，你要快啲啊！好啊。我记翻起啦，上次比赛嗰阵又系整出呢度，后来停咗三个礼拜冇练到波。刺猬仲痛唔痛啊？离预赛仲有大把时间，到时只脚会冇事噶啦。我记得上次又系大头妹你帮我包扎嘅。正仔啊，你千祈唔好讲啊吓。嗯，得啦，我知噶啦。既然刺猬受咗伤，咁你哋只要留心呢三个人就得。来兴、龙一同埋守中卫，佢哋到龙门嘅前边，你哋要掹实佢哋咁就得啦。系，好啦，赵总监吩咐要掹住佢哋啊！一有机会就要反攻啊！记住啊！系。好啦，扎好啦。唔该晒你啊！行唔行得啊吓？啊，好好啊，唔该，一定会赢嘅。嗯。志妙同学啊，你头先去咗边啊？我有啲事行开咗啫嘛。南国队希望喺下半场追分一分，打成平手嘅。但是东一队方面又会怎么想呢？万一东一队再入一球的话，到时南国队就真的陷入最大的危机了。哨子一响，下半场开波了。这波在东一队这一边的。南国队来兴，哇，这么快抢到个波啊！东一队好像完全不紧张咁噃，来兴大波进攻，不过有机会仲系交波俾刺猬嘅。喺下半场刺猬方面咧，又俾早田掹到实啦。大超系你做乜嘢啊？你咪周围走吓，打算撇甩我个拦截啊？唔通你只脚跑唔喐啊？原来早田知道我只脚受咗伤，做乜嘢跑得咁慢啊？你唔嚟嘅话，我就嚟噶啦！当早田冲过去嘅时候啊，佢交波俾第二个，冇几耐，队员又将个波交翻俾刺猬噃。好波啊！刺猬利用短传方法想撇甩早田，但系早田就好有耐性，跟住死掹住刺猬。只要能够尽量阻到早田嘅拦截，咁样下半场嘅局面一定会有改变啊！好啦，就快到龙门前边啦！啊，东一队喺龙门前边把守得好严密啦，佢哋防守得咁严密，我要想办法先得啊！刺猬知道冇法子将个波交俾第二个，因为早田已经追到上嚟啦。可恶，冇办法啦，搏一搏啦！卢叔叔，我要试下。佢讲咩呢？这位同学，冲力射球。哎呀，跌鬼啊！早田铲过想接住刺猬嘅远射，我哋冇法子接到个波喎。冇错啦，就系呢招啦。我去睇南国练习嗰阵见过嘅。睇个波好似踢得太高啊！
雖然有威力，可能會衰過龍冠波。個波究竟會唔會入網呢？求下你要入啊！求下你要入啊！咩话？估唔到个波喺个龙门就向下冲噃！接住佢啊！原来个波带有旋转力嘅，呢种力量非常之厉害啊！一冲入波，啊入咗啦！好啦，打成平手，得咗啦，打分啊！啊，弊啦，唔系添啊，睇错啊！个波由龙门上面嘅网落去啊！你只食炸乌啦，南哥都得唔到分噶。系啊，激气啊！哎呀，好彩咋！今次攞唔到分，太过可惜啦。如果波射得低啲咧，就会入网噶啦。呢个波嘅冲力实在太大啦，网顶几乎穿咗添噃。真系可惜啦，点解会咁嘅？刺猬今次的冲力射球进步了很多，甚至可以说接近成功。天童先生，正话个波带有旋转力嘅，系咪刺猬有心咁做咧，抑或系偶然咧？当然系有心咁做啦。虽然佢仲未曾控制得好好啊，但系刺猬喺度尝试紧呢种打法。假如呢种射球百分之百成功嘅话咧，刺猬就可以喺全国大赛度用。卢叔叔，对唔住，我直到而家仲未学好冲力射球。用冲力射球真吓我一跳啊！呢种射球我都玩过，不过。要个波由上向下都有旋转力，实在太难了，所以后来我就放弃练习，专心练习打横有旋转力的射球，卒之完成剃刀射球。刺猬，就算是你在我们这种年纪，冇可能做到冲力射球的。这种冲力射球令到我的脚负担很大，这场比赛我不可以再用这种射球了。而家由东一队开波，冇错，佢只脚的确系有事，所以正话个波射唔到入网。咁好啦，佢实俾个截到个波，佢输紧噶啦。唔知刺猬佢挨唔挨得住咧？究竟有咩事啊，前辈？啊？哦，冇咩事啊，点解咁样问啊？冇嘢，如果冇事就好啦。啊，奇怪喎，唔通刺猬前辈发生咗事？或者系我多疑嘅啫？好啦，嚟啦！一有机会就要反攻。哎，好嘢，好嘢，东一队。系南国队啊！你哋做乜会咁样啊？下半场过咗七分钟啦，喺呢场比赛当中，东一队好成功阻挡南国队嘅攻击。比赛直到目前为止，可以话完全系东一队嘅天下。好啦，极夜夜又话进攻，而家连影都冇啊！冇错啦，进攻啦！我哋话有机会就进攻啫，咁抵死啊嘛！咁做就啱啦。佢哋而家好心急，我哋最惊就系个大刺猬啫。不过有早田，我哋大可以放心，仲有二十分钟啫。
照咁打落去就啱啦。大家唔使急嘅，一急亲就会俾对方掌握机会嘅。哎呀！镇定啲，我哋仲有机会噶。坚持！做咩啊，大刺猬？早前完全不放松，掹实刺猬啊嘛！佢掹得咁紧啊，刺猬都好辛苦噶。我咪讲过佢外号叫黑煞星早田咩？比赛时间冇几多噶啦，咁样打落去啊，难过想赢就难啊！而家就嚟打完呢场波噶啦，仲有十分钟啊！仲有十分钟，我哋就会打赢难过噶啦，俾心机啊！唔使牙刷啦，你唔好睇小我啊！我呢冬一个自带啲，手都系抢我对方个波。假如喺平时咧，佢哋即刻将个波交俾刺猬啦。今日因为佢俾早田掹中阵，所以手中咪冇交波俾佢啦。刺猬，快啲撇甩早田啦！刺猬冇办法撇甩对方，唔系因为早田掹住佢嘅。家伙，而家唔系好多时间啫。如果系咁，我哋嗰队唯有靠刺猬你一个啦。哈！系，明知系最后机会，手中系搏命将个波交俾刺猬。刺猬，你以为搏命咁走就撇得甩我咩？好啦，睇住你，跟住你，早田。刺猬向前冲，早田跟到实啦。去啦，刺猬。啊！刺猬点解向住对方后卫冲过去咧？啊！好啦，嘿！当刺猬就嚟撞到对方球员一瞬间，佢打滑跳开，我哋就直冲埋自己球员嗰度啦。好啦，而家刺猬变成冇人掹住佢咯噃。好嘢，刺猬！南国等咗好耐，先等到大好机会啊！刺猬可能系想尽快将个波带到龙门嗰边。好啦，刺猬嚟啊！手中卫同埋其他前锋一齐向住龙门前面跑过去，掹住佢啊！可恶！嚟啦，刺猬！哪个队有一个冇俾人掹住球员，佢就系长期啦。而家向住龙门前面跑过去，哪个队员好希望喺呢个时候取得一分嘅。全队球员都集中在这一组了，外边那个球员啊，早田现在走去掹长期，刺猬在这个情形之下没法子将个波交给其他队员了，难道南国队员被人掹就真的没了办法了吗？咦，激气啊，刺猬啊，做什么啊，又没人拦截你，你还不快点冲前。好了，傻咩？咁远射又边度得噶？唔知刺猬系咪打得唔耐烦咧？佢自己远射波。好啦，个波系我哋噶啦，一定要争到啊！争到个波就踢出外面啦！好，哎呀，哎，原来刺猬咁做法系配合超级英雄官方精神噶。觉得自己的波唔够高，真唔会用球锤顶入网噶。好啦，而家打成平手啦。好嘢，得咗啦！其实刺猬对高升嗰几个位置咧睇得好清楚噶，所以交波俾佢，高升亦接应得好好啊。早前系用超前接应取得一分嘅，南国队嘅高升要用同一嘅战术抢翻一分噃。好嘢啊！继续努力啊！
生放心好多啦。刺猬啊，你只脚顶得住咩？啊？你都知啦，清道夫系把守后边噶嘛，所以每一个人嘅动作睇得好清楚下噶。高正，你放心啦，我冇咩事噶。好极啦，南国仔会士气大振噶。早田同学唔会咁易收手噶。激气啊，同分喎、啊。本来赢紧噶嘛，唔使惊嘅，我会用剃刀射球攞翻俾你哋睇嘅。不过咁、啊，对方对你嘅剃刀射球已经有所戒备啦。放心啦，我嘅剃刀射球实得噶，睇住嚟啦。試合もいよいよ大詰めだ。お互いが追加点を狙う激しい攻防戦になった。相田が強引にボールを奪う。そして得意のカミソリシュートを放った。このシュート1点目を取られた時とは回転が違うぞ。森崎逆だ。前とは反対の方へ飛ぶんだ。次回キャプテン翼防げ必殺のカミソリシュートキック。